Nope.怎样？各位早安，我是 Q 英。我今天要决定来画个油画。你想想看，我们想想看，我们有几年的时间没有画画过了？画画的记忆只有国小的时候，而且那时候是非常认真。国中没有印象，高中没有印象，大学大家都在 girls and boys， girls boys。Nope。但在我台南的家呢，我的房间都是挂满我自己个人画的画。我还记得那时候国小老师教我们画画之前，都会引导我们去参与这个体验。我今天就来带大家体验一下台文阳美术小老师画属于你们自己的画。我今天就是你们的美劳救星 ，Let's go。完全不知道要买什么。这画框我选最久，因为我觉得大小就跟衣服的 size 一样，尺寸最重要。这个画叫做人生满意度，而这画板呢，就是我们自己的空白评量表。举我的例子来说，由上而下最顶端是幸福，我大部分时间还是幸福的啊，所以这会占比较多的空间。最底端是忧郁，还有些目标想追求嘛，对不对？依照个人的满意度，颜色比例会有所不一样。我是挑了五种颜色来代表我的心情，这对我来说是欣喜狂悦。那这个呢？幸福的时候，因为欣喜狂悦，我觉得一定是幸福的、啊，这毋庸置疑。那这个呢？是单纯那种平静的幸福，简单的幸福。这个呢？开心，我很满意今天，就是 have a great time， 拜拜的那种感觉。这对我来说是焦虑，焦虑背后就是压力，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压力的象征。绿绿的呢，我觉得算是忧郁，它忧郁郁忧郁这词汇在我脑海里呈现的是草字头，所以它会有一种你好像坐在草地上很孤单的感觉，所以这是忧郁。好，我的那个颜色表可以用这样区分出来。Never tell, never tell, just trust that I'll keep it locked in a cell. Never revealing no secrets you're keeping these promises strong as a spell. I'll never tell.I like you, that's for sure. Never have to close the door. Been a long time, a year before. And I'm missing you so bad. Gone away, a month or more. Every show I go before. Need to hear that voice. Cause right now I feel like it's been too long. I could never let you. 但最近这样的时刻就是我要拿哪一个工具去处理这幅画。其实你想，如果想要这样子也可以。Just trust that I'll keep it locked in a cell. Never revealing no secrets you're keeping these promises. 有人可以救我吗？我刷闹了。我在想要给他边框一下，但我觉得我手机在。Nope。 好，那其实这幅画跟我想中有点落差。我原本的想象是这一段吧，是蓝色部分到浅蓝，这边最好蓝一点，这边是白的，但是技术问题，忧郁啊压力的部分大概在这里。Nope。多给大家几个必须注意的事项。首先，非常强烈建议新手一定要戴手套，然后地板要铺塑胶袋，然后最好铺大片一点。我昨天下午真的很崩溃。如果你们也照着我的方式画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借由成品得知目前彼此的状态，可能是一个喜悦的分享，或者是需要一个温暖的拥抱。它就是一幅目前你人生中你心里对这世界对自己的一个满意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是不太适合当美术老师啊。Fuck it。